哦，这一季，这个阵容不太正常。对了，对了，你看都有些什么？有利剑，有那个。然后有 JD，有工程师，有杰克，就是正装阵容了。这么骚的吗？你是不是想再拉谁过来呀、没有啊，就一般来说是还绝是地想再坦等个克、凯杰特？克他的还意有思戴尔，是对吧？啊？说哪里？少了一个凯特。哎呀，凯特无所谓啦，遇到扯犊子的凯特，你脑壳还疼不疼？那个等等我来偷，你去哪里？去哪里？我没用，你是工程师啊！你想在哪打都不可是，以，随便我你。没打过这个图，你们这边大一般在这边打。这边啊。哪里？我帮人家拉他装配几毛拉了。装配机可以放这儿，就这里就好了，是吧？啊，随便这边一片。敌方援军将在30秒后抵达。你们加油，我先。然后这边造的话，一般是像这个位置摆地刺，然后这里摆地刺。凯特和其他可以在这里打。然后这三个口子摆地刺就没了，其他的随便你们。嗯哼，哎，神秘军舰，我现在就看谁最攻头没有，克莱顿他还没去，我标记一下好了。我就觉得一颗干活嘞，两把枪，我捡一下，你们不帮捡，我就每个回合就杀两把枪就好了。我招早。你要罢工吗？工程师没空给你请。不帮姐，我就是没空，我要招两百下去。可拉倒吧你！你拉风干嘛？好样的！我还有把枪。行。熔炉已部署。是哨兵。左边有个哨兵。嗯，是捐垫呗，捐垫工程师可以再升一波。熔炉已部署。舒服了吧？这还有板枪了不？已部署熔炉。嗯、欸。熔炉下面藏了一把枪。好了，骑兵，左边。快救我！有血枪了。哈，爽快了吧，主播？来呀、啊，认真是我，我是天生好手。返回掩护。堡垒机兵被摧毁了，实弹兵精英来了，快来啊！闪光弹来袭。哦，一点都不用。来了，我可是帮你破击炮就是。还剩四个，交出电击手榴弹。还剩三个，交出烟雾。帮你个忙了，两个不打了，还多死了。一个死哨兵，这个我要了。猎人精英，我有预感，接下来会很棘手。你把他的枪烧了。屏障不是你要的。加特林。你看你之前提那个熔炉啊，你不要的话。啊，没事，等一下出三管了，等一下出三管。下一波失落以后就出底，出底，三管一大堆。出 boss 了。想准备出来呢，还是？嗯。屏障布置完毕。敌军来了。大颜色。风龙。是不是？哦，你来180的弓。看到子弹兵。哦，不是，好用是吧？你这个不好打，还是你的。救兵！你的加特林来了。大哥
打 boss 去了。选择先锋的原型，你过来了。认真是我，还有绝之光。你解决了。好嘞，小心没了。这 boss 不禁揍啊！大手臂。然后再来一。他不是还要再去走？我倒向了。哎，不来了。我还以为再来一个。小心，是掷弹兵精英。了结他们。不从。倒地的，站着的，不能炸他了噻。屏障修好了，我去捡 boss 的电。夜死兽兵，屏障升级了。你造枪的吗？屏障部署完毕，屏障修好了。这个我要了。发现第一猎人，感觉如何？屏障升级了。耶、yeah, ，好样的！战士们，检查弹药，准备迎接更多敌人。屏障部署完毕。这里是全身掩体就好了，这里视野多好。屏障部署完毕。屏障升级了，我准备好了。这是什么？丘比吗？他们出现了。请问，我都跟你说了，这波出 PB， 他昨天不就来了吗？做了加特林，糟了，糟了，糟了。再试一次啊，滚球！来呀、啊，认真是我。阿德，该你的工具上场了。这个杰克，你武器贵多少钱？看看，买个武器贵啊？你武器贵多少钱？你看你买个武器贵多少钱？我准备要多少钱？六千。你讲话声音好小哦。六千吗？嗯，六千。太好了。这是你这辈子最后一个犯错了。开了那个追踪者，你标记看管者。这波要出重武器了。不，下波。附属武器贵。是看管者。该死，我需要弹药。太好了。然后去烧枪弩，他被我们夺完了。有的，哈哈。已开始装备了。又解决一个看管者。来呀、啊，认真是我。返回掩护。帮你捡。安全了，快架起防御！你去烧吧，他们都帮你捡了。没打了，我要了。来了吗？我来了吗？营造修好了。就立即还能当子弹捡这个。有能量分解器可以，防守吧。他虽然是死了吧。屏障升级了。不知道他。你在这儿。时间到，他们来了。啊！啊！你烧你不烧？我玩屁啊！你在那？敌人来袭！谁？这个我要了。还绝之光。你不好棒！来呀、啊，认真是我。左边一个雕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是蜂拥族群。
你那有东西，打不了炮了。大嘛大嘛。释放了毒局。红杖修好，我脸上飞来飞去。那就是不走。上双甜弹药。把我拉进死了不就完了吗？大成大大的事件。我靠台往下，我靠台卡住了。啊！我别往台卡住了。来呀！认真是我。我靠台，我靠台卡住了。我倒下了。掌少女双点弹药。这个我要了。我倒下了。还绝之光。妖精闪光弹。收到。我是天生好手。结束了，来呀、啊，认真是我。哎呦，狙！闪回掩护，闪光弹来袭。有右边有，说不定有狙击。小心烟雾，闪光弹。远离那个金石弹兵。就是要这样做。我的刀子呢？这个我要了。看到收兵精英。哎，我卡了。哦，出 bug 了。小白，你卡了吗？完蛋。bug 了。这出，我靠。啊！什么情况？这个有这个 bug 啊！这个 bug 什么时候修复啊？哎呦，好难受！我们可以，我又拿到了一张金卡，五张卡，恭喜恭喜！打我没打过，我也没打过。你没打过这个持久战狂热啊？还不到闪，缺什么角色呀？哎，现在精力很快。还不到人，就这样的角色啊，挺好的，就这样的阵容挺好的。我用完杰克，我给你换嘛，你玩杰克，你玩精灵嘛，对吧？够，来交钱。哦，第二个。是不是发现很有钱？一人一万吧，熔炉已升级，四级熔炉。我自己拿，我自己拿。直接四级熔炉。然后等着开始打。来，决定可以买。哦，没钱买了。没钱了呀。我放后面俩，我来大爷。可以自杀了。待会你拖装备机就拖到掉线。杀我都杀不了了，这200块。你部署装备机。当我保护分界器。好了，过了，大师，这是最后一波了。我这波还没打完就过了。上次我打玉和大师，然后50波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就在那里，哦耶，感谢 fans 鼓掌，然后差点灭掉。然后翻车了。翻车没有？翻车，差点。笑死我了。最后一波翻。翻车预警！继续把弹药留在地上不捡啊！希望你们已经做好准备，因为敌人来了。风龙卫，风龙卫，发现掷弹兵精英，左边有刀子哦，左边有刀子哦，这样才像话嘛！老郭的，你标志堡垒机兵，堡垒机兵出来了。你最好先秒掉风龙，不然的话障碍物都没了。然后是风龙兽，裁决之光，保决定，杰克保决定。啊，我还有一个很行的法子。
我死了，出来，不管你在哪里。哦，你看，哟，已标记点狱长。哎呦，过程还没有去，裁决之光。哎，你刚刚屁股放哪了？敌将摧毁了，快放烟花，保护分界线，就是他吧？放烟花不好打。摧毁了！来了！一部署武器柜。你为什么秒他这么慢？闪光弹来袭！凯特，这大招我有什么办法？啊？哈哈哈哈哈！他打来了吗？对，完了。想抽打，他有三个总不会翻了吧？嗯，哎，谁在后面打了那个？下面是队长。OK， 帮我保护分界器。啊，我可以再入入伍了。哇哦，四张卡，但是我距离的，我距离留学卡不高哦。没关系，正好我正好可以刷下留学卡。啊，对啊，正好刷卡嘛。时间到，他们来了。靠凯特了。完了，为什么不给我枪？哦。我傻了，我等半天。今天有点不太状，不在状态哦。这个他已经不是飞机了。我好久没玩过这次了，忘了。好了，也收拾你了。放马过来。好枪法！给我出来！不管你在哪里，看看我找到什么。对，哎呦！好了，你要被截了，都是你了。但他屁股卡在那后面。享受宇宙能量。哎，有点不能，一枪就倒了。杀得好。已标记哨兵，已标记堡垒机兵，准备就绪。来吧，长哨已装填弹药。我靠，发现哨兵。我需要弹药。爽了！哈！岗哨已装填弹药。为了抗，看看我找到什么。岗哨修复了。哎呦！放马过来！你们亲爱的决定，简单轻松。哈哈，是。岗哨已装填弹药。炸了，寂寞。下了。只剩一个。你炸了。发现哨兵。傻，真傻。该开始建造了，是我先看到的。翼爪，
这个我要喽。太棒了！啊，太好了！岛上修复了。嗯，这就行了。他们来了！总送。岛上用装填弹药。看看我找到什么。天赋异禀，我操！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人家遇到我红了，又补了一下我岛。发现堡垒骑兵，榴弹子一兵。好的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死了，目标消灭。还有一个，注意，这堡垒骑兵。我需要现在要嘣，左边左边 OK， 来打一场啊，堡垒骑兵，漂亮。哎呦，我起不来了，我的谁有榴弹？左边堡垒骑兵倒下了。这是太夸张了，很好，又来了，发现总数，都没有烂的，这个不要了，还有一弹吗？小子来吧，来了吧，看招，小心烟雾弹。我也有点残，哎呦，我的脸那里有，完了，跑掉了。说不定这是哑弹。好的，辛苦他了。岗哨已装填弹药。啊，我得学会自己射了几枪。看看我找到什么。哎，水掉了。好的，水掉了。他们还多得很呢。啊，没掉了。现在拉进来呗，暂停一下。你看，岗哨已装填弹药，已部署武器柜。时间到，开源。哥伦布斯那个牙齿吗？闪光弹来袭，岗哨已装填弹药。哈哈，来。岛上已装填弹药。我操，这一架还大皮子怪。是吧？打的。岛上修复了。哎呀，放个枪，我倒了。解决一个。该死，别又来了。Nice。动手吧。我在六级。子弹兵精英，啊，受死吧！他吐泥了，已部署岗哨，守兵倒下了。你可以代表的，你再代表一次，你可以代表一次，这都是你可以的。义务兵，猛扑兽倒下了，裁决之光，打破。选这时候没弹药，当真吗？小心，他在发射。看看我找到什么。这三家好歹闪光弹来袭，发现带人兽裁决之光，哎呀，打地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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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进去放多点三滴吧。他是啥？他都没打完呢，你管他咋死的？闪光弹来袭！咋的？你还要再打下一局？老台独了。老台独了。抱歉啊，不过准备要打开杀戒了。老台独了，好吧。动手吧。主角，已部署岗哨。原来怎么看？我也有金卡，但是我要金卡干什么？都没有锦江卡耶！哎呀，然后并没有流血卡，我吐了。那流血卡本来就难刷。